所以你说喷雾就很纳闷了。没料了，你把后面那瓶吧，后面一次灌装行吗？不是一罐20罐装该不够了。哎呀，这罐木耳也没那么多了哈。可以，可以，没事，他差一点点，他自己叫。自己丢来了。啊。你整过劲的了，他靠那个。可以，可以开起来，开起来，开起来。对。切膜也开起来。啊，这铝板的为什么压完之后它你看这个期间是压的时间长，时间稍微挑短一点点就好啊。不管它，你开着就好了，你开着就好了。